受害女子现身，戴着墨镜、口罩遮脸，要揭开20年前痛苦伤疤。如果我敢离开他的话，未来我的日子将会过得非常悲惨，我不可能过得幸福，我也不敢跟别人讲这些事情。 他所说的当事人是国中时期的数学老师，资优班数学名师与国中女学生不正当感情追求，甚至疑似性侵，这段关系维持了整整4年。 追求过程，老师写字条祝他生日快乐，还送漫画当礼物示爱。直到升上大学，决定断绝关系，男老师甚至写下道歉信，还记得你生日晚上我亲自顶着寒风到场帮你庆祝这20岁的生日。这个教育局那边他们正在，如果有的话是他教育处理，我还没有接到通知。组调查小组进行调查作业。 教育局会严加调查此案。被控诉的男老师曾开设补习班，相当出名，如今也成为国中校长，即将借龄退休。如今遭举发疑似性侵，当事人怀疑还有其他被害人。尽管已经过了刑事追诉期，但希望借由调查还给自己及其他受害人一个公道。解中部综合报道。 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的成分呢是维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，它是还原成水的，所以对人体，包含孕妇、对儿童都没有影响。重要的是，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、好几百次都没有问题哦。很好奇，在哪里买吧？直接上快点购。